演唱会开成小品专场，薛之谦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踏批你会动万乐，我就知道这首你们肯定不会。你这么多场了，不是，我只会唱后面的哦，后面的评会是吧？来，三二一，走。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硝烟，来见我最后一面。厉害 ，Top 二。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硝烟，来见我最后一面。Top 三。你会动漫的血丝鲜花，随着你的泪。Top 四，阿宇，你跳舞怎么把头发跳得这么乱？有这个必要吗？莫名其妙。而且我发现你们今天都没有流汗呢。哇，你们今天都很省力哦。哇哦，你好会做梗啊。Top 五。千丝线人没沦陷，那片黄色枫叶，黄色枫叶见我最后一面。 Top 七。你啊，香港的鱼蛋好好吃哦。我唱歌你还给我吃东西，你有毛病啊你？你，你这个鱼蛋好吃是好吃的，但是冷掉了。你会动漫绿千丝牵我，随着你的美轮。云会动万千丝牵我，随着你的眉轮线。停停，两位，你们自己知道自己唱的多难听吗？还来抢话筒。Top 十。